在这次的疫情当中，有人因为他病情的关系呢，对医护人员造成一些暴力的行为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大家能够保护我们的医疗团队。我们很愿意照顾你们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是安全的。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也因为这个事件，让我们许多的医护同仁身心感受到很大的受伤以及害怕。护理人力是最主要的人力来源，是最辛劳、最劳碌的一群员工。在此，我们要求政府给予最严厉的法律制裁，并极力反对职场暴力发生，全力捍卫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。请大家帮助，要给我们医护同仁许多的鼓励。再一次的拜托，我们暴力零容忍，求你们保护我们的医护同仁，谢谢。暴力零容忍，齐心挺医护，拒绝暴力行为，疼惜医护人员。